好，那我们那个现在准备上第二课啦。那在上第二课之前，大家可以先把，如果是用笔电的话，可以先把 R Studio 开到一样这个画面，好不好？左上角是我们的这个语法区，左下角是这个程式实际上执行的地方，然后这个右上右下，右下是资料夹嘛，然后我们右上是就是看到我们现在里面有多少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我们今天上课主要的目标啦。我们上节课就是上回圈嘛。那上回圈以后，大家应该是就还有那个就是变数层的物件，就是都是长度为这个就是一乘以 n 的这种这个物件格式这样子。那这个大家现在应该对这个就是如何这个批量的处理资料是有一点概念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学习一些复杂一点的这个运算，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其实资料表嘛，对不对？其实不是变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如果变资料表的话，它就是本来是可能 n 乘以1就变成 n 乘以 m 了，对不对？ n 乘以 n， 它的形状会改成这个样子哦，就是 n 乘以 m， 大概这个样子。我现在把它画下来。好， n 乘以 m，n 个 sample， 然后 m 个这个就是可能是 variable 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我们本来的这个。就是一个 vector 这样子啦 ，OK， 这样是一个 vector。好，那个什么，当然我们这一节课应该不会教到三维以上的阵列啦，对吧？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哦，如果今天我的数据组它是形成这样的形式的，大家可以想一下，也是可以这样子哦，假如说 m 乘 n 乘 k。m 乘 n 乘 k 这样子，它就后面再多一个维度，这样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啊，好不好？那就是那这个，我们的那个什么阵列里面有一些，它就是它可以储存成这种格式这样子。什么东西会是这种格式呢？举例来说，像图像就是这个格式的，图像资料这个格式哦，它的每第一层矩阵，就是它总共分三层。就是它这边通常图像的这个 k 等于3。好，图像的第一层就是在描述它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色阶，然后越靠近0就代表越黑，然后越靠近1就代表越红。那这个一的不那个第二层就是描述绿色，第三层就是描述这个蓝色。那透过这三个颜色就可以组成彩色的样子了，好不好？颜色就它的储存格式就是像右边那个。不过我们到很后面才会再讲到图像这样子。我们今天呢、不会教超过二维的这个矩阵跟资料表。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 R 里面阵列层主要的两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矩阵跟资料表。那矩阵啊，矩阵就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要一样的东西。好，这个大概是蛮容易理解的嘛，就是我们之前在把这个。不同类别的这个向量把它合并在同个向量的时候，它的这个类别就会做出某一种强迫转换。举例来说，当我把因子向量跟整数向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变成整数向量，对不对？然后我把文字向量跟数值向量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变文字向量，这个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好，所以说矩阵也是有相同的特性，整个矩阵里面都必须是同一个物件属性。好，同样的矩阵也有逻辑矩阵、整数矩阵、数值矩阵、文字矩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矩阵这物件，要怎么产生矩阵这物件呢？首先 ，x 等于一到二十，这个的意思，这一行意思大家应该看得懂吗？就是我把一到二十传给 x 1，那 x 1现在就是有一到二十这二十个数字，这是一个数值向量，对吧？这是一个数值向量。接着我把这个数值向量放进 matrix 里面，然后并且告诉他我要产生的 matrix 是 number of row 等于 4，number of column 等于 5， 就是4乘5的一个矩阵。我执行完这一行之后，我现在看一下我的 m1，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4乘5的矩阵？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我们这边来故意做一些小花样。举例来说，这边总共20个数嘛，对不对？我有没有办法放进一个4乘4的矩阵里面？好，我们来试一下。可以耶。那我有没有办法放进一个4乘6的矩阵里面啊？不行。可以少不能多。
那我们有特别啦，我们来四乘十的矩阵，有没有办法？哎、欸，也可以哎、欸。所以你们注意到了什么规律？就是它放进去的时候，第一个是只能少不能多，对不对？第二个，如果多的时候，如果是它的倍数，就是它如果刚好，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二十个数嘛，现在这两个数字乘起来刚好是它的倍数，那这样子还是可以放得进去的。所以我当然也可以举例说，我如果里面全部都填一，可不可以？哦，也可以，因为如果只填一个数字的话，这个就是永远就一定是它的倍数嘛，对不对？好。这样的一个就是只填一个数字的这个技巧哈，我们也可以都填 n a， 好，都填 n a 就是里面所有值目前都是 missing。这个技巧哈，大家记住哦，非常适合用来我先产生一个空矩阵，接着我再想办法用回圈一格一格去填数字之类的。好，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矩阵，我们基本上介绍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子向量，它转成矩阵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现在 x2 是一个因子，对吧？有零、一、二、三个 levels， 然后这个就是里面就是有这三种数。那我们把它直接转成矩阵之后，你会发现这个 m2 被改成了文字矩阵，对不对？哎，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啊，这个上次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把因子强迫它做一些转换的时候，它似乎是比较像整数格式，对吧？它是正整数。那为什么被转换成矩阵之后，它居然变文字了呢？啊，可能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啦，就是定义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大家只要记住就好啦。好，那我们现在学习到矩阵之后，我们就要学到矩阵几个比较重要的操作。第一个是矩阵啊，是可以转置的。转置矩阵呢，我们需要用到 t 这个函数。啊，记住哦，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已经教到多少东西啦？这个。大概我们已经被擦掉了，大概六七个函数嘛，对不对？来，现在又多了一个 t 这个函数， t 这个函数啊，来，我们先看一下本来的 x， 它是一二三四，而如果我使用了 t 这个函数之后，它就变一二三四。好，它被以四十五度角为中心，把它这个做了一个对称转换，这样可以吧？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这样会比较清楚。一到六 ，number of column 等于三，我们现在。一到六，这样可以吧？那我做转置之后，它会长成这副德性。好，转置矩阵有什么重要的呢？哎，各位，这个之后上这个生统的时候，我知道李美全老师是不会教矩阵运算的，对不对？但你要知道，背后很多东西都是矩阵运算哦。如果你想要用 R 亲手做出什么线性回归、负回归好了，你就用矩阵运算会非常简单。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我们再来看，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操作，叫求反矩阵。这反矩阵需要用到 solve 这个函数。大家需要注意一件事啊，这个反矩阵啊，它必须是只能求方阵的反矩阵。什么是方阵呢？就是它的这个 number of row 必须等于 number of column。number of row 等于 number of column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反矩阵，就是会可以求得出来啊。什么是反矩阵啊？有没有要讲一下？转置矩阵我们可以理解啊，反矩阵你们来讲一下是什么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反矩阵，是不是？好吧，反矩阵这个就跟反矩阵跟这个一般我们数值的这个导数是意思是一样的啦，就是原始的矩阵乘上反矩阵，他们两个、啊、乘起来之后会等于单位矩阵。好，什么意思呢？来，矩阵的乘法，我们现在后面还没教到哦，但是我们现在先学习一下矩阵的乘法。矩阵的乘法是 percent 乘 percent。好，我现在 percent 乘 percent solve x， 它就会变成单位矩阵。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在我们验证这一行之前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矩阵乘法实际上要怎么做。来，我们先产生一个 y 矩阵。这个 y 矩阵啊，我们先把 x 跟 y print 出来 ，x 长这样 ，y 长这样，这样可以吧？如果我们直接 x 乘以 y 的时候，我们做乘法嘛 ，x 乘以 y， 它其实是按元素相乘，按元素相乘，听得懂意思吗？就是每一格相对应的做一个乘法。那我想要做矩阵乘法的时候，我要怎么做呢？我就一定要 percent 乘以 percent。那矩阵乘法要怎么做的？来，我们现在来马上给大家看一下矩阵乘法要怎么做的。我们这里给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不要用上面的例子，因为上面例子是方阵，不容易理解。我们这样一二三，
四五六，乘上，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两个矩阵乘法，注意一下啊，矩阵的乘法就是你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哦。这边是，这是 a b c d， 这个 b 必须等于 c。这矩阵 a 乘以 b 的矩阵乘上个 c 乘以 d 的矩阵 ，b 必须等于 c，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满足的条件。第二个，这样乘下来之后，我们产生出来的新矩阵，它应该是一个 a 乘以 d 的一个大小，而对于第一格来讲，它应该是这里的跟14有关，然后这里是跟70有关，然后在这里，在这里三个格子。这边应该有九个格子嘛，对不对？在这里应该都跟14有关，14有关。为什么跟14有关呢？因为14在这个矩阵里面的这里，这样可以吧？好，那在这里呢，跟多少有关？25有关。然后这个这里就跟25有关。那这个70啊，一样， 70这里，它就三个格子都跟70有关，这样可以吗？好，以此类推， 81， 这边一定就填81嘛。然后这边一定填这个25 81。好，我不写完了。那请问一下，这个格子有四个数字 involve 在里面，那它的实际数值是多少呢？实际上就是一乘以七加上四乘以十，这两个向量的内积，向内积就是全部按元素相乘之后把它加起来。好，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们现在只要大概记不起来就算了啦，好不好？因为你们高中的时候学过。然后我现在就是再给你们复习一次，等到你们上高统的时候就会再被复习一次了，好不好？那没有，就算你们现在忘记也无所谓啦。如果你们不想上高统，那你们忘记就算了。好，那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吗？这个11是哪两个向量的内积呢 ？x 的 13， y 的 23， 对吧？可以接受吗？一乘以二加上3乘以3，所以是11。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9是什么呢 ？x 的 13， y 的35，对吧？来，一乘以三加三乘以五，19。对，哎，算错了吗？怎么可能？第二格子哦，不，这个 x 的 x 也是13啊，对啊 ，x 是13啊。我看一下，哎，神奇啦！所以是24乘以23吗？啊，对，是24。哎，不对啊，这一格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看一下。还是我的 x 现在在哪里？我再看一次我的 x 的第一个 percent 乘 percent，y 的第二个啊，18，哎呀，这下求大了，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神奇啦！为什么会发？这个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再看仔细一点，13乘以23，13乘以45啊，13乘以45。哦。大家不好意思啊，这个13乘以45才对。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如果你就是像我刚刚有点搞混了之后啊，我第一时间我怎么看出来？主要是啊，我们两个像在内积的时候啊，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哦，不过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教这个它的索引符号啊，所以你们一定看不懂我在写什么。好，没关系啊，大家知道一件事啊，就是这个13乘以45。好，至于这个符号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教，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教到矩阵的索引符号，所以你现在看不懂。然后我们等一下回头再验证，我现在打的是什么意思。好，所以 percent 乘 percent 就是这个矩阵的乘法。所以刚刚我 solve 把 x 乘上 x 的 solve x 之后，是不是就会成为单位矩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solve 之后的 x 是它 x 本身的反矩阵，反矩阵跟原始的矩阵相乘，两就会成为单位矩阵。单位矩阵就是对角线是一，剩下都是零。
这样可以哦。好，那这个我们本来在变数层能够用的几个函数，现在其实到了矩阵层也都可以用。主要来说，像 length 这个长度，对吧？长度就是里面有几个元素。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length m1， 它就会回到20。那这个20其实就是 number of row 跟 number of column 的相乘，这样可以吧？好，那注意矩阵还可以用 n row。n row m1 跟 n column m1 这两个函数非常重要哦。注意一下，我们教的函数越来越多了哦，好像又多教了四五个，对不对？来 ，n row 跟 n column 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我现在跟你们讲哦，你们以后读取一张资料表进来之后，你要看它有几个人，你是不是就要用 n row？ 你要看它有几个变数，你是不是就要 n column？ 如果你们读取的那张表非常非常的大，就是目视不容易看得出来，这两个变数就非常有用，这样可以吧？好，我们继续。这两个函数常会用到哦，大家先注意哦，一定要学起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这个索引。这个我们在向量的时候，我们介绍索引是不是用中括号？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举例来说，我想要一个元素里面的。就是一个长度为5的元素里面的第三个跟第五个数，我是怎么写的？来看一下 ，x 等于1到5，然后我现在叫出第三个 x， 是不是这样叫？这样是不是就叫出来了？那我要叫出第三个跟第五个 x， 这样我要怎么叫？我是不是这样叫？我先把35整合成一个物件，然后接着再把它放进索引函数里面去叫 x。对吧？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打呢？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打？我这样打，他就说 error。原来这样的打法是给矩阵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矩阵它通常可能有两维啊，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 M1 它是不是一个二维的这个矩阵，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要第二个 row。第三个 column 也就是第十号这个数字，对不对？我们就打23，它出来是不是就是10？所以原来啊，逗点是给这个就是矩阵阵列给用掉了。所以这样知道这个矩阵的索引函数怎么用了吧？你这样子，那同样的，我现在想要第二个 row 第三跟第五个数，这样怎么办？我把后面这个3改成 C35， 好，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好，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可以，我什么都不打，我什么都不打，就是第二个 row 我全部都要了，什么都不打就是全部都要的意思。我两个什么都不打，就是我全部都要，这样可以吗？可以接受哦。好，好，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一样，我还可以，这个我也可以叫出某两个这个 column， 这样可以吧？好，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刚刚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啦，我这个19是怎么乘出来的 ？x 永远都是逗点的左边 ，row 去做改变，y 呢永远就是逗点的右边 ，column 去做改变，这样可以吗？你新矩阵的第几个 row， 第几个 column， 就是用旧矩阵的 x 第一个矩阵的第几个 row 跟第二个矩阵的第几个 column 把它们做内积。得到的结果，这样可以接受哦。好，那现在我们学会了矩阵，但是问题是我们其实最有兴趣的资料表嘛，对不对？资料表才是我们这个日常需要处理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来把矩阵跟资料表之间做个连结好了。这个矩阵跟资料表之间啊，还有几个非常大的差别。第一个，你现在看到的矩阵。它的 row 跟它的 column 它没有名字，对不对？那主要 row 可能是那个人的名字啊，那 column 可能是那个变数的名字啊。现在我要找这个，主要说有一个变数叫做什么？主要说 creatinine 它在哪里？也找不到嘛，对不对？我总不能每次都记第三个变数就是什么，第四个变数就是什么吧，对不对？累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给它命名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函数的 rowNames。rowNames M1， 注意本来的 M1 长成这个样子。
我打了 raw names m1 等于 a b c d， 这是一串文字向量，对不对？我把这些文字向量的名字传给 m1 的 raw names， 接着你就看到 m1 的左边是不是就有了名字？好，那 color names 一样，我也可以给。现在它是不是连 color 都有名字了？好，有了名字有什么好处？首先，本来该做的操作，假如说我要找到第三个 color， 就是 c 这个变数，对不对？还是可以做。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打 c， 注意要引号哦，引号代表的是我现在打的是文字，这样可以吗？好，一样可以打出来哦。所以这样子我是不是就方便了很多？如果我有命名的话，这样可以理解哦。好，那我们现在来这个，如果我们要修改已有的栏位名称，可以透过 colons names 跟索引函数的联合。假如说我们现在要把第三个 colon 改的名字改成 zzz， 我们这样一做，你就看到，哎，它是不是改起来了？好，注意哦。所以这个索引函数的这个取代功能，除了能够拿来改里面的值以外，也可以拿来改它的这个什么 color names 啊、raw names 啊之类的东西，这样可以吧？好，好，我们的基本介绍快要结束了，你们现在听基本介绍已经听到快要受不了了，对不对？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会给大家这个操作的时间呢。好，这个我们现在终于要把 data frame 这个物件给介绍进来了。这个 data frame 就资料表的意思。我们拿 m1 这个东西。当我们直接强迫它转换为 data frame， 我们来看一下 data frame 现在长的格式是什么样子。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 m1 啊， m1 它的 row 跟 column 是没有名字的，可是我一强迫它转换成 data frame 之后呢，它就有了名字。虽然这个名字就是按顺序，比如说 row names 就是1234， column names 就是 x1 到 x5， 这样可以齁。好，我可不可以用 raw names 跟 color names 强迫 data frame 改成我想要的 color names？ 可以。不管是我要先对 m1 做改变，再把它变成 d2， 还是我现在直接把 d2， 我现在 d2 本来讲这样哦，我现在直接把 d2 强迫它改，d1 啊 d1 强迫它改，它也可以改成哦，这样可以了解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 raw names 跟 color names 还有这个data frame， 我们现在等于说我们今天大概教了六七个函数嘛，对不对？快要教完了，因为我不是已经讲了吗？第四节课以前我们不会教超过二十个函数，上节课教了六七个，这一节课又教了六七个，已经几乎没有函数了，好不好？剩下两三个而已了啦。好，那接着这个。同样，这个 data frame 啊，它比较特别的一点是，这个矩阵我们刚刚说它要求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同一个种类，要么全部都逻辑值，要么全部都整数，要么全部都是文字，对吧？可是 data frame 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哎，第一个变数它可以是 factor 啊，它可能是个类别变项啊；而第二个变数它可以是连续变项啊；第三个变数 maybe 是我的名字啊，对不对？所以它可能是纯文字啊。所以啊，我们其实可以用 data frame 去合并多个不同种类，但是等长一定要等长哦，不等长它怎么合并成一个 m 乘以 n 的这个形状呢？对不对？来，它等长，但是这个不同属性的 vector a 它的 class 是一个 logical，b 的 class 是一个 numeric，c 的这个 class 是一个 factor。我们怎么把 A、B、C 三者合并呢？我们用 data 等于 data frame， 然后 A 逗点 B 逗点 C。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data， 看到了吗？看起来我现在看不出来它到底有没有正确啦，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啊，你打 class data one， 第一个 column 它就告诉你是 logical， 第二个呢 numeric， 第三个呢 factor。来，那大家有没有想说，那这样子答案会是什么？欸，如果它是同个 row 的话，它是不是跨了三种？所以这是什么？大家猜得到吗？欸，就是 data frame。当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是回答 data frame 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它这样还是可以是一个 data frame 的形式啊，只是比较小嘛，
对不对？这样可以接受吗？但是如果在这个小 data frame 又指定它第一个，它又会告诉我 logical， 这样可以吧？第二个应该是 numeric 对吧？好，这个大概 data frame 就教到这里。好，这个除了使用这个矩阵的这个索引函数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啊这个前号。这个前号齁，其实原则上如果大家只是自己在写程式，大家都不想看别人的程式，大概是不会用到前号的，前号完全没有必要出现的。只是说很多人在网络上给你抄的程式，他会用前号来描述。前号的意思就是 data 里面的 b 这个变数， data 里面的 b 这个变数按了以后，它出来就是 b 这个变数，它的功能完全等于这样子正规的索引表示法，也完全等于第二个 column 这个方式，他们三者完全一样，好不好？只是说有些人会这样写，但这不是一定要这样写的哦。它的泛用性比这个低，它的泛用性比较高，但它有什么好处呢？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写，来给你们看它好处在哪里。就好像打 data， 我打下前号这一瞬间，我停下来，你看到了什么？欸，它里面有 A、B、C 让我选的，你知道这个功能是拿来干嘛？当你现在手上面对出有一个很大的资料表，它的变数名称 maybe 有1000个，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这样子打下前号之后，它就会出来让你选的。而且你打下第一个字之后，它还会缩小它的范围。我这边举个例子来讲，举例来说，我这边改 AA、AB， 然后 C A A B C， 所以当我打了 A 之后，它就会前面让我选这两个。我们现在 data 有两个变数，它的开头都是 A， 对吧？ data 前号 A， 然后它是不是剩两个给我选？所以如果我现在要打一个，但是我又不是很肯定它的名字，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子啊。比方说，我大概知道我资料表里面有 creatinine 好了，但我搞不清楚它打的是 CREA 还是 CR， 就是还是全名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或 CR。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提示的话，是不是打起程式码就方便多了？对不对？不然我还要先去查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 data frame 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可以额外的透过这种方式强迫它新增一个变数叫 d， 然后它是158912，看到了吗？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变数哦。那你说这样可以产生？这样可不可以产生？这样也可以啊。我产生一个新的变数叫一。对不对？然后这边下，好，我这边比较懒啊，6到10。好，我们再看一次 data， 好，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变数？所以其实都可以哦，这两个方法都可以产生这个新的这个变数。好，最后我们再来教一个矩阵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R bind 跟 C bind 的，哎，今天的第七个、第八个函数吧。RBind 是在做什么呢？来，两张 Excel 上下把它贴起来，两张资料表上下贴起来。CBind 在做什么呢？哎，那个左右把它贴起来。R 是什么意思？就是 row 的意思 ，bind 就是 combine 的意思嘛，对不对 ？C 就是 column 的意思，所以它是 row combine 或者是 column combine 的，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来看 RBind 的 XY 它的结果长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的 X 跟 Y 分别长这样子，我们把它直接上下贴起来，这就是 R bind 的。把它 C bind 的呢？哦，不是 C， 是 C bind。好，看到了吗？它就把它 bind 起来了，对不对 ？C 这个函数有一模一样的效果，对不对？只差在这个R bind 跟 C bind 是给矩阵用的。好，欸，我 C 这个函数我刚刚不小心打了，还记得怎么扩充向量吗？扩充向量就用 C 这个函数，用 C 把 X 跟 Y 把它合在一起，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在开始读取资料表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大概10分钟的时间，先做一些前面的尝试，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读档这样子。啊，但如果你开始有点比较熟悉了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教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就是读档。就是在此之前哦，我们的这个 R 语言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我们就是把它当成计算机，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把档案读进来，这件事最重要了嘛，对不对？档案读进来，我们需要
这个函数叫 read.csv。这个什么是 CSV 档呢？来，我们现在看一下，在这里可以下载等等要读取的档案。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啊，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资料表格式嘛，对不对？好，这个资料表格式，好，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Excel 嘛，对不对？来，你一般的 Excel 档它是没有办法读的哦，你需要把它用档案另存新档，把它储存成，这里有一个 CSV 档案，你要储存成 CSV 档案，它才有办法读，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看一下要怎么读档呢？你要读档的话，你需要把你的，注意一下，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 project， 对不对？我们一开始的画面一定长这个样子，对吧？右下角是不是我们的资料夹？我们现在可能像我现在在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这个 project 里面，对吧？我现在啊，在下面有很多资料夹。举例来说，我刚刚把刚刚的档案放在 Lesson 2里面的 Data 2之一，这是我刚放的，把这个 Lesson 2里面放下 Data 2之一这个档案哦，这样可以吗？那我现在要怎么读它呢？来看着。如果你放的位置是在这个我的现在 project 下面的 lesson 2的 data 2之一的话，你就这样打 lesson 2 data 2之一点 csv， 这样我就可以把档案读进来了。当然你也可以打绝对路径，假如说你的绝对路径可能是从桌面什么 C 槽下面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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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但是我们习惯了就是把资料放在 project 里面，然后都打相对路径。为什么呢？这样子你整包要复制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资料还是找得到？而且路径也不会错，对不对？因为每次打开的时候都是相对路径，不管它放在哪个资料夹里都可以。好，这样子读档读出来以后，注意我们要怎么看有没有读进来呢？你可以用 head class data， 我这样我们就知道有读进来，对不对？我们现在把这样的一个档案，把右边全部清空，再做一次。现在 data 是不是跑出来了？28个 row， 9个 column。好，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些参数，除了路径以外，最重要的是 header 等于 true， 跟 file encoding 等于 CP950。这个 file encoding 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上次不是有讲说，我们文字的编码格式是不是以64个 bit 为一个单位？那至于这个对照表呢？这个对照表我们就叫 encoding， 对吧？像一般我们如果在台湾买的 Windows 电脑，所我们一般就是 Excel 就只有 Windows 有嘛，对不对？那个什么你什么 Linux 啊 ，Mac 那也要装特别版的才有，对不对？那 Windows 台湾买的 Windows 的 Excel， 它的 file encoding 一定是 CP950。那如果你今天是什么大陆买的，那这个可能就不是啦，这你就要自己查了，好不好？好，那这个，那你一定要指定好 file encoding 才把它读进来哦。如果你没有指定好，非常有可能会出错。假如说我这边随便打 UTF8， 它就会告诉我错了，这样不可以，这样可以吧？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哦。好，你读进来之后啊，这个你可以用head 这个函数很简单的看一下，我这个 data 现在大概长什么样子。head 等一下，我再重读一次。head 这个函数啊，它就是告诉它就是给我们看这个资料表的前几个 row。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在做这个就是资料的这个处理的时候，我们只要大概知道我们资料表形状长什么样子就好了。至于它后面有很多 row， 这个没那么重要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这样你就可以做。然后注意一件事哦，前面我这边还有一个叫 help 这个函数。help 这个函数啊，你会发现 read.csv 这看起来有很多参数，对不对？那它到底有多少参数呢？你可以用 help read.csv 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少参数。这里是它所有的参数数量，还有 file header sep， 然后 court 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下面会有它所有的这个就是它每一个参数的意义，以它可能配放什么。好，注意在最下面这里它是有 example 的哦。example 就是你只要复制贴上，
你就可以把它，你就可以 run 过一遍，但我们就不复制贴上了，好不好？好，那还有一个函数叫 summary。summary 这个函数啊，直接看 data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知道哦，这个碳大概有哪些，然后这个 device ID 大概有什么，然后这个 SD0 这些东西是什么，我到时候来解释。总之就是，这个资料是一个就是空气品质测站的一个资料，就那个台北市公布出来的啦。那我随便找了一天，这个是2016年的这个四月，那这个这个 SH0 还是 SD0 忘记了，就是它 PM2.5 的数字。那这就经度纬度嘛，经度纬度。那这个这是测站的这个名称，测站的名称是什么什么国小之类的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练习题，等一下大家就一起做了，好不好？我们会花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练习题。好，我们仔细看一下 school 这个函数，我们刚看 head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笔。是不是完全一样？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不知道，人家公布出来就是这副德性，好不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处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学习一个最简单的资料处理哦，就是移除重复。我要移除重复的，移除重复的这个就是 row， 这样可以吧？移除重复的小学。那我怎么移除重复的小学呢？来。data school，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叫出所有的 school， 所有的每一间每一个的 school， 对不对？我前面给它索引值，举例说一，是不是第一间小学？第一个车站，第二个车站，第三个车站，第五个车站，第一到四个车站，这样有没有问题吧？这样可以接受哦。好，那有一个函数叫做 percent in percent， 就是说问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新隆国小有没有出现在后面？后面是景新、西中、葫芦、温州，所以他这样子回答我 false， 这样没有问题吧？因为没有出现在后面嘛，对不对？那我来再来第六个。来，第六间学校是什么？新隆国小。那 data 1到5呢？里面有一间新隆国小，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他会回答我什么？他会回答我 true。好，所以既然你会使用 percent in percent 这个函数之后啊，那是不是事情就很简单了？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第一个，检查 school 这个栏位是否重复。你需要做一个回圈。我们现在。我们把我们要做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哦。我写给你们看哦，但是你们要了解我的思考逻辑，然后并且把它用程式语言的方式写下来。当然后面那页有答案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快放弃，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有个资料表，对吧？我们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新的栏位？可不可以增加一个新的栏位？可以嘛，对不对？前面有教我怎么新增一个新的栏位，对不对？是不是用索引？所以你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的栏位了，对不对？所以我要先新增一个新的栏位，对吧？这个新的栏位就是描述前面这个 row 是不是 duplicate 的，这样可以吗？那所以正常来讲，它所有是不是都应该没有 duplicate， 对不对？所以举例说，我最开始的时候，我这里通通都设零，好，类似这样子。然后啊，接着我在 i 等于1的时候需要检查第一个 row， 不需要，第一个 row 绝对不会重复嘛，对不对？它跟谁重复啊？ i 等于2的时候开始，我是不是检查这个跟这个，然后用 percent in percent， 可以吗？可以接受吧？ i 等于3的时候呢，这一个这两个 percent in percent 是吧？好，那这个要怎么写呢？这个是不是我刚刚没有写 data
这个一定就是 square 嘛，对不对？这一定就是 square， 这里是不是就可以一到 i 减一，可以接受吗？那这里是不是就是 delta i s？ 好的，这样子得到了一个结果，是不是可以把它填回来这里？好，这样懂我意思了吧？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一行解决了。那这样子我就知道说哪边是我有重复的，对吧？然后哪边是没有重复的，这样可以接受吗？好，顺着我的逻辑，我已经把逻辑给你看了，这样可以接受吗？你看我们学的函数不多，你说有没有可以直接找出重复的落在哪里的函数？当然有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说今天为了学个资料处理，就要学习100个函数，甚至100个还用不还不够用，为什么？因为资料处理这个，如果你们有一些稍微有一些经验的话，你们知道那个用手，你们大学如果整理过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变化可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试着想到一些方法，用已知现有函数去把这东西弄出来，好不好？来，我们就试着做这个题目，给大家10到15分钟的时间。好，我们来，刚刚我们已经解释了我们的思路了嘛，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程式要用那个方式来执行，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就是有办法这个做出来嘛，对不对？来，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已经 provide 了完整的程式码啦，在这里来，我们以它为核心，这一行程式码是不是核心？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这样就是回答 true 嘛，对不对？那如果这里是5，这里是4的时候，那它是不是回答就是 false， 对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那我要怎么用 i 这个变数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i 等于，这 i 等于5好了，那我这5是不是可以换 i？ 可以接受吗？那这里是不是可以换成 i 减一？可以接受吧 ？OK， 好，那我这样子。i 等于5的时候当然是 false，i 等于6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true 了？好，那我现在需要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一直回答 true false， 那我要找个地方把它存下来嘛，对不对？可以接受吗？我要找个地方把它存下来，所以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 data， 我们的 data 现在是没有一个，我们要先产这个新变数，然后再让它一格一格填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是，我们先把我们的 data duplicate 给它先等于全部等于 false。好，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少的可以填上多的 ？false 是不是只有一个？这样子 dupe 它是不是有非常多？因为它有28个 row 嘛，对不对？一可以填到28哦。我们这样子做完之后，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 data 是不是出现了个新变数叫 dupe。然后下面全部都是 false，OK、okay、吗？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指定这个运算的结果？我们要把它存到 dupe 这个变数里面。这样子写对吗？这样写不对，对不对？前面还要给个 i， 因为我们是要存到第 i 个 dupe 这个变数，这样可以接受吗？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式子已经写成这样子了，事情就非常简单了。我现在说，先从2这样做，接着3再做一次，4再做一次，5再做一次，6再做一次。好，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 data， 做到第6个的时候，他告诉我 true 了，对吧？剩下的都没有被换掉 ，OK 吗？所以这一行我们要把它打包进回圈里，对吧？回圈怎么做？来，回圈怎么做？来看一下哦。for 小括号大括号，这是回圈的标准格式。标准格式里面小括号必须要填你会变的那个变数名称，然后后面 in in， 然后从多少到多少，你这次要从多少做到多少？从2开始做，对不对？做到多少？28。把这一行丢进来，全部执行。好，恭喜你，答案出来了。这一个重复，这个也重复，这样可以接受吗？这个重复在哪里？我们看一下，民生国小是不是在这里看到了？可以吧？好，那这个
这个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变数的，就是你这个28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有几个个案？有几个个案之前有没有想到哪个函数可以做到有几个个案 ？n 弱可以接受吗 ？n 弱 data 好，这样子是不是就这个程式码就完整了？我们回头看后面的答案，其实我们也就是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接受？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这个，就是已经有这个，就是我们终于学会怎么样做这个，就是移除重复这件事了。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当然是有这个函数来做啊 ，duplicate。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要什么功能，就要记什么函数，什么功能就要记什么函数，这样子，我们永远我们很难客制化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就是遇到资料形式特别奇怪。那我们不是可能找那个函数就不知道找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而且凭良心讲啊，我自己也记不了那么多函数，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遇到问题都是去思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把它拆解成像我黑板上写的那个步骤，这样懂意思吗？然后我再一步一步用回圈把它做出来，执行的慢也没有关系，至少是执行的出来嘛，对不对？好，函数 duplicated 这个可以我直接。获得完全一模一样的结果，看着啊 ，duplicate one， 哦，这个，我这里不能先做，因为我这里有做了以后，我这里先做完以后，它在这里就没有 duplicate 了嘛，对不对？因为这里就完全没有完全重复了，所以我这里不能做，我现在这把删掉，好，是不是跟刚刚一模一样，在第六个跟第二十七个？出现了问题，好，我也可以只检查单一变数是否重复啦，就是用 duplicate， 然后送进单一变数，这个单一变数就长这样嘛。那我 duplicate， 这样是不是这里是 true， 这里是 true？ 好，所以我当然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填到某一个变项里面，把它全部直接强迫它变成 dupe two， 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所以说这个 duplicate 这个函数可以很方便的做完我们刚刚做的那一堆事情。那你说我们刚刚做的那一堆事情要怎么打包成 duplicate 这个函数呢？哎，你是不是可以用自定函数？我们上一节课是不是有教？所以 duplicate 这个函数其实就是用刚刚那样写出来的啦，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现在啊，要怎么把重复的列删掉？就是那我们就是我们还记得。这个索引函数可以用 true false 来选吗？好， true false 来选 dupe 等于一的等于 false 的，是不是这些 true 的就是我要的，那 false 的就是我不要的嘛，因为它不是等于 false， 这样可以吗？所以我可以利用索引函数 data dupe 等于 false， 然后逗点，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用它来筛选 row， 这样可以吗？筛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data clean 长的样子。第六个 current 是不是不见？第六个 row 是不是不见了？这个第27个 row 是不是也不见了？现在所有的完全都没有重复，对吧？好，那我们现在 data clean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要怎么把我们处理好的结果写出去呢？我们可以用 write 点 csv 把它给写出去。write 点 csv 物件名称，然后路径名称写出去了以后，我们在我们的 file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data 2之一 clean 这一个档案了。我们可以把它，我是用线上版 RStudio， 所以我才要做刚刚那些操作。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在那个打开来之后，直接在你的那个资料夹里面找到那个档案。哎，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哎啊，这个。看到一堆奇形怪状的这个文字啊，这个原因是因为你们应该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电脑是 Linux 的，因为我用的是线上版的，所以说啊，我必须去指定它的写出去的格式也是 CP950。好，我再汇出一次。
好，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标准的格式了。好，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来现在来，我们现在来这个练习二来做一下。这个练习二啊，我们只预计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呢、啊，因为它相对简单。这个练习二我们需要做到第一个，我们写出来这个东西啊，有哪些缺点？第一个，它是不是有这个看起来很讨厌，对不对？这跟原始的格式不符嘛，对不对？这是 raw name， 对不对？少掉第六个，所以第一个，请你把 raw name 去掉，对不对？请你找一下那个函数说明文件，说明看一下，我要把这个 raw name 去掉。第二个，如果我们用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开启档案。好，你会发现是不是上面是不是有双引号？这里是不是有双引号？如果不想要这个双引号，可不可以？想办法把这个双引号去掉。好，这样可以吗？这个是第二个我需要做的事情。第三个是我在写出的时候产生了两个新的变数，叫 duple one， 对吧？我想要把 duple one 去掉，我只要前面这几个 colon。好，请你试着修改这一行程式嘛，你只要修改这一行就好了。注意第二个练习题，你只需要这几行程式嘛就可以执行了。只是在执行出去的时候，请你 help write 点 CSV， 看一下要怎么把我刚刚讲那三个要求达到，好不好？那我们给大家五到七分钟的时间好了。好，各位同学，如果你这个按着我们的这个想法，第一个是栏位名称，我们要把它去掉嘛，对不对？第一个这个列名称，我要把它去掉。你稍微在下面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 raw names 它会回答 true false， 对吧？等一下再回答 raw names 等于 false， 这样子写出来，我们的档案。好了，等一下，这个这样有点不好看。开启档案 Excel， 好，是不是 raw names 就不见了，对吧 ？OK， 好，那现在我有个问题啊，我如果要把这个双引号去掉，我要怎么做呢？来，这里一样 ，help 这里有 quote。Quote 等于 false， 好，一样在执行。你就可以看到双引号是不是被去掉了 ？OK， 好，这个当然没什么意义啦。不过这个单纯只是叫你们要看这个说明文件而已。好，最后一个，好像没有人想到怎么做。我们现在写出的时候啊。有额外这两个变数，那我要怎么去掉呢？你翻遍说明文件，你会发现没有这个功能，那就做不到吗？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现在啊，我们这笔 data 它是不是有1、2、3、4、5、6、7、8、9、10个 column 名称，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用索引函数啊？只要1到9，我只要输出1到9，那是不是 dupe 就不见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其实这样子我就可以输出我想要的样子了。再做一次。好，一样我用这个。好，看到了吗？这个是不是 dupe 就不见了 ?OK? 所以啊，这个大家不要被这个就是不要被眼前的这个叙述给迷惑。这个如果说这个有功能解决，就一定有这个功能解，就是你一定要想到那个正确的处理完这个事情的方式，而不是被我眼前的这个题目描述所迷惑，就觉得好像一定就在这里，这样可以接受齁。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练习二答案就在这里，这样可以吧？这个问题就是遇到问题不要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参数，如果你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参数。跟你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函数，这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你等于会背下很多函数，背下很多参数，然后去了解说自己如果要输出什么样的东西，要使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要使用就要去找那个参数，这样不好，好不好？所以你现在要记住你写程式的原则哦。你现在已经学会了，你就要记住，已经学会就要记住，记不起来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讲，给大家一个就是大概经验啦。我们这节课如果说到了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学的不错的同学，大部分都有一定程度的复习啊，然后预习加复习这样子，就是花一点时间。虽然我们都不会出作业啦，对不对？就是给大家自主的空间，但是希望大家有一定程度的预习跟复习。什么样子叫预习跟复习的好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隔两天之后再看一次练习题，虽然你已经看过答案了啦，但是你隔个两天再看一次练习题，你发现你会做，那这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即使是你把后面的答案背起来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那个背后面的答案已经印在你脑袋里面了，所以你才会背起来。这样可以吗 ？OK， 所以你就是复习，大概就这样复习。那预习要怎么预习呢？预习不用花太多时间，预习就是把所有程式码从头到尾贴一遍，你确定是可以执行的。然后，并且你先预先看过那些程式码的效果，这样就 OK 了。你不需要去试着在预习的时候去理解其中的逻辑，那个没有其中的逻辑，老师没有讲，那非常难懂。这样懂我意思吗？尤其他写的很长的时候，但是你如果在我上课讲义，我在贴这一段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想得出来这一段哦，我好像看过这段的结果是什么，那这样会非常有帮助，好不好？我们大概就是如果要学得好，大概要这样 ，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小节，简单的资料合并。这个我们现在总共有四份 data， 在这里先读取档案，来这里在哪里？这里下载哦。当你看到这里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是可以下载档案的地方，好不好？一样点进去，你就有个档案可以下载。OK， 好，你把这个档案读进来之后。来注意哦，我们现在刚刚是不是读进了第一个档案？这个我们叫它 data one。好，这个是 data one， 对不对？接着 data two， 我们是不是可以执行一模一样的工作？好，我们全部执行完之后，现在是不是有个 data 2 clean 跟 data 1 clean？ data 1 clean 我们已经看过了， data 2 clean 这里是不是有好多小学？这里是不是有好多小学？他们的排列不一致，对吧？就是有时候，主要说大屯国小在 data 2有，他在 data 1有吗？他在 data 1没有，哎，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每个小时，这是Data 1好像是可能凌晨五点嘛，对不对？那 Data 2可能凌晨六点，不是每一个小时，不是每一个车站，每一个小时都回报是资料的。这个正常，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就资料可能这个第一个病人，第一次你叫他过来的时候他有测，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也许没测，也许有测，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呢、想要产生一笔新的资料。第一份资料里面有 A、B、C 三个人，第二份资料有 A、C、D 三个人。我们想要产生一个新的资料 A、B、C、D。好，假如说这里它又有一个 value 啊，假如说这个 value， 这个是 value one， 这个 value two， 然后这里假如说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可以接受吗？那我们需要 A。我们的 value 1是14，然后 B 呢只有2，那这里就没有值嘛，对不对？那 C 呢，左边35，对吧？然后 D 呢只有这边有6，这两个值空着。我们现在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答案的合并，以这个就是 ID 为，就是以这个小学为这个 index 去合并，这样可以吗？注意这个技巧非常重要哦。因为在你的未来生涯里面，你一定会遇到非常多资料处理，你需要跨两个档案之间把资料连在一起。
如果你对 Excel 非常非常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讲的东西就是 VLOOKUP 这个函数。当然，在 R 里面这个函数会更强，它的效果绝对比在用 Excel 来的效果更好。那这样子合并有什么好处呢？我昨天随便举个例子，未来不要想说你未来不写程式你就用不到了，很多未来的人在做行政啊，对不对？第一份资料，这个可能是主治医师的科别，主治医师可能是什么科，然后他有什么一些什么属性。第二份资料可能是这个某某科是哪个主治医师上的，现在有人要叫你请统计心脏科到底上了多少课，这个时候你不对过来就很麻烦，对不对？你要用名字去对到他是哪个科别，然后再去统计这个科别上了多少课，对吧？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哦。这些 merge 的这种就是合并档案能力，即使你未来不写程式，就是去做医院行政，你都会用到这个功能，好不好？拜托大家一定要学会。医院的人如果不会写程式，他怎么做呢？他就会用 VLOOKUP， 但是，工作能力就是会有限啊，对不对？因为那个很麻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要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当然是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资料表，把上面这两颗下去。不过我们就不要虐待大家了，好不好？因为这个过程真的复杂了，所以我们就直接教一个新的函数。这个新的函数叫 merge。好，这个是我们的 data one clean， 这个是我们的 data two clean。我们把这两个档案 merge 来试试看，来直接把 data one clean 跟 data two clean 把它 merge 起来。by 的意思就是我哪一个东西当做我 index， school 是我的 index， 对吧？好，接着。O 等于 true 代表两个档案我都要。我们现在试试看，这样子 merge 下去，这个 merge data 长成什么样子？这个 merge data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来，这个仁爱国小第一个时间点有，第二个时间点也有，对吧？那这个内湖国小第一个时间点有，第二个时间点也有，南湖国小就只有第一个时间点有，第二个时间点没有了，对吧？好，来注意啊！这边有很多参数哦。如果你查 merge 这个函数，你会看到它有好多参数哦。来，如果你 O 点 x 等于 true， 你刚点 O 等于 true 就是两个档案的资料我都要。如果 O x 等于 true 的话，我们再看一次，那就是第二笔我不保证一定有，但是第一笔有的我就一定要。什么意思呢 ？O x 等于 true 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档案。A、B、C 三个我要，只有第二个档案有的我就不要了，我就只留下 A、B、C。那第二个档案有我就填进来，没有我就空白。那 O、Y 哪个处呢？就是这里的我一定要，这里的我就不一定要了。这样知道吗？可以接受吗？好，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是要所有的档案我们都要，对，不能说第一笔这个没有来我们就不要啦，对不对？那这个测站就刚好我们 cut point 的那个点。他没有上传嘛，对不对？好，接着我们其实有兴趣的变数可能只有 SD0 这个变数啊，因为 SD0 这个变数啊，它其实是这个其实是 PM2.5 的值。好，我们把 clean 下面再接一行，就是 clean 的这个档案，再只筛选 school 跟 PM2.5， 只筛选 school 跟 PM2.5。这样我们的 data simple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小学 SD0， 小学 SD0， 剩下什么精度纬度那不重要的 information 嘛，对不对？好，或者说精度纬度我只要用某一个档案就好了，它又不会跑，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合并 data 1 simple 跟 data 2 simple， 我们合并出来的档案它是不是就干净多了？这是不是更像我们想要的样子了？第一笔有些有第一笔，第二笔有些这个有些只有第二笔没有第一笔，有些只有第一笔没有第二笔，这样可以吗 ？OK， 那这个这个叫 simple merge data。好，那注意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再把一个新的档案读进来。这个新的档案是 data 2之3， data 2之3同样你需要去下载，找一下这里在哪里，这个这里啊，这里这里看到了，请在这里下载一个档案，请你点下去一样可以下载。下载注意一下哦，
现在的 simple merge data 它只有，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现在的 simple merge data 它是不是只有两个时间点的 PM 2.5， 对吗？可以接受吗？那当你读下第三个档案，好，现在这个 data simple 是不是第三个档案的 PM 2.5 跟小学？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data 把它合并进去本来的，我们 simple merge data 等于 simple merge data 和 data simple 的合并，所以过了这一行以后，我们的原本的 simple merge data 就永远的消失了，新的 simple merge data 它就变成了有三个栏位，这样可以吗？那为什么要覆盖？覆盖的好处是我可以用回圈，对吧？我这样子，如果我十个档案，我就一直把它覆盖掉，一直覆盖掉，最后一个档案就是我要的最大的那个档案，对吧？这样可以接受吗？不然我每次都要重新取名字，这样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 ？OK， 好，练习三，利用回圈合并，好不好？这边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这一个，就是如果我现在需要把 data 2之1、2之2、2之3、2之4把它合并的话，我需要用这些程式吗？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请你想办法把它放进回圈，把能放进回圈的部分放进回圈就好了，好不好？这一题应该不会很难了、啊，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在下课前的一个简单的练习，好不好？这一题给大家大概，反正我们就做到这个下课好了，好不好？好，这是我们刚刚的答案。如果我们全部复制贴上，我们产生的这个 simple merge data。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嘛，就是总共每一个小学都有四笔的测站资料，这个有些有那么多，有些没有那么多，但是总之我们就合并起来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做回圈的话，其实你就看这四行是不是重复的，这四行是不是重复的。好，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打包回圈的地方不多嘛，对不对？就是这四行，我们要怎么包呢？ for 再做一次 for i in 3到4，对不对？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些放进来。好，其实我们也只能包这些而已，这个其实非常少嘛，对不对？好，再做一次。好，答案一模一样，这样可以接受、哦。好，那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最后一题练习题是我们的练习题都没有为难大家意思了，好不好？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练习。如果你这个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出来这题其实这么简单。那这个就是希望就是复习的时候稍微练习一下，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啦。这个我们大概已经就是我们基本的都已经上完了。我们的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会教大家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资料处理。那大家如果这个如果觉得就是有如果主要是有带自己电脑的人啊，你其实可以先下一节上课的时候预先把档案下载下来，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加快蛮多时间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唱到这里。